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莉。那我最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小兴趣，就是呢，我在前阵子啊，我就看到我的同事他在玩一个叫做快根植物的东西，不看还好，那一看就不得了，就是我也喜欢上快根植物。那我就在网络上啊买了非常多的快根植物。那首先呢，我就来跟大家一一介绍这个东西，它叫做大黑惠比须，在网络上买的。那我一开始是买种子。那种到现在也差不多将近快要两个月，那我是买三颗种子，那我就两株是放在自己家养，那另外一株就是给我同事这样。那我同事呢，他就是放在我们公司的一个有阳台的地方，那因为有阳台那个地方它是可以照得到光的，就是阳光都是直射的，那我们都是用闷盆的方式去养快根，养那一株花啦。那反正那一株呢，就是现在就是长得非常漂亮，你就看图片这样子。那我的就目前就是长这样，在家养的，这个也是，就是长得没有到公司那一株很好看，那就是慢慢养。那我自己选用的土呢，是使用赤玉土，那也是跟同事借的这样。对，那接下来呢就是哨兵花，它长这样，一株粗粗的。那它这边枯萎了，它这里有一个伤口，有看到吗？这边有个伤口。那因为原本呢，它这一株叶子就是上面有黑黑很多一点一点的，那就感觉有点烂掉，所以我就把它剪掉了。那现在就还没长出来。那这一株呢？这一株是哨兵花，就长得还蛮好看的，就很像蒜，那个葱蒜。那我之前也是因为看到它，就是它的叶子全部都下垂了，所以我就是把它整撮全部剪掉，让它重新留头发。然后现在就是长得还蛮好看的。来，接下来这一株它长得非常奇怪。就是它长的就是一个根茎类，那它也是快根的一种，它叫做奇异油柑。那我记得我是在上上礼拜的时候买它的，那我是在原生快根，那我就放在这边原生快根。那它有自己的 Facebook 社团，那有非常多的人就是很喜欢在这里买，因为这里的品质是非常好，就是有卖过非常多的东西，那其实也蛮欢迎大家去实体店面看看的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棒。如果你是喜欢快根的人的话，对吧，那会推荐大家去。然后它这边啊就长了一个小叶子，然后我去问那个原生快根的老板，那他是说就是不是这一株的，很有可能是里面我原本用的土，然后它可能里面有其他的种子，然后就长出了一个小小的豆芽，还蛮可爱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一株也是在原生快根入手的，那我记得好像是买400元吧，就算还蛮便宜的。如果是想要刚入手玩家的话，我觉得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它长这样。那么这一株呢是黄佳琪帮我选的，那我就想说，他喜欢 ，OK， 那我就买种种看，看能不能就是慢慢让它长大这样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目前所种的6盆，然后加公司的那一盆。那目前就是慢慢的培养，那之后如果有更多的就是入手的东西啊，或者是植物相关的，我会再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那就这样咯。